刚看这边有像是倒了，整个倒在下面，我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扫一下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在玩这一个，然后刚刚彼此在那边抢的这个东西在玩，直接不给哥哥，哥哥也不敢跟他抢，我彼此现在就变很凶了。哎，翻倒了，被你打翻了，来。很久没看他们玩逗猫棒了，怎么今天突然很想玩？好奇怪啊！妹妹被人倒立，我妹妹要来抢了，现在她要抢着要玩那个逗猫棒，哥哥不敢跟她抢。你看她一只手勾着，你看，她就是要抢，哥哥只能看她玩而已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玩哦，先走了。